哇，大众期待的葛雪红来了，葛雪红来了！大家知道葛雪红这市场别动，太别动，太别动。缺货了，太少了，尤其在美国太少了。可是我们这位美女也要回香港珠宝展买，其实回香港珠宝展就是要肯定要买买买的，所以这一批之前的货就先抛售，所以通通大减价，主要是要带多点钱回香港珠宝展的啊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现在是大家买的时候了啊！哇，通通减价，差不多3000块，三千块。这个伊卡拉七，OK，证书来一些。这个 GIS，Oh my god，这个鸽血红就是鸽血红，你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鸽血红。对对对，这个伊卡拉七十五，每一个都有 GIS 证书。要知道 GIS 证书做一个都要300-500的，然后这个莫桑比克伊卡拉75，通通都是有鸽血红的 VV Red，大幅度减价，大幅度减价3000，哇，鸽血红，鸽血红真的，纽约很少有的鸽血红，买一个少一个，卖一个少一个，对，卖一个少一个，好货也只是买一个少一个，哇，这个1.69卡拉也是一。18000，对，因为瑶瑶回香港珠宝展了，对，这个就是1.18万，都有 GIS 了，就证书不用看了，就私下里看，都是桌子都是两用的，哇，都是有 GIS， 漂亮漂亮，哇，真的超值超值，然后。伊卡拉75，一个是伊卡拉69，真的。这个克拉数是最好的，比两克拉，看起来比两克拉差不多，价格要比它便宜一点。对对对，然后都是可以做吊坠跟戒指两用。哇。卖少见少了，这很少，这个市场上你找不到这种价钱。这个都是减价3000，这个1.47卡拉，1.47卡拉才9000。GIS，哇，这个座子都要几千块呀，都有 GIS 证书的。鸽血红，鸽血红，大幅度减价。套现，大幅度减价。这是伊卡拉49，这9000。GIS 的标准是非常高的，所以就是这两个都是9000，伊卡拉49，伊卡拉47，哇，都是9000，哇，都是鸽血红啊！这种红是非常的激情，带着激情的红，哇。对，18800，18800，这个两卡来。亏本，哇，这个也是9000，哇，之前没有低过1万的，对对，这是都，减价3000的，伊卡拉38，那这三个都是9000，哇，真的，如果你有多余的钱，赶紧可以通通收，真的可以通通收的，OK， 因为 GIS 比这个 AIGS 要求高很多的，如果 GIS， 鸽血红真的没话讲，而且两用。两用，都是伊卡拉49，哇，非常超值。这个不讲价，这个价钱就完全不讲价，完全不议价，没有议价的空间。这个是两卡拉零亿，才1800，18800。这个亏本卖掉了。啊，这个好的，进度什么都好的。这个对对，这个两卡拉亏本，18800，进度都有证书了，对对，大家可以有兴趣的。嗯，还有一个3卡拉零一，现在市场价3卡拉最少3万以上。对对，最少这个23800，哇，市场上找不到的，真的找不到。最低也是3万。最低啊，3万块你都很难找，3万都难找。也就剩一个了，这3卡拉也就一个。对对，只有一个了，所以大家真的要抢一抢。真的要抢一抢，23800，23800，哇，真的很超值。你是中间那条呢？这几个才9000，
哇，真的。是套现回香港，套现回香港，对，正常是。我要回国了。对对对对。我要把它甩掉。嗯、甩掉甩掉。然后这个是4200，这个 corn flour 啊、嗯，对，这个是什么证啊？不是 GRS 什么证？这是那个、嗯、那个这个证。吉尔德是不是？嗯，吉尔德证书。啊，吉尔德证书。对，吉尔德证书。所以大家买宝石还要熟悉这个吉尔德证书啊，有的证书是假的，嗯、就是给你。吉尔德也是很有公信力，就同样比较 GIS、AIGS 跟吉尔德，就是 GIS 最好的证书。对。官方。有冇窿啊？咁佢真系要签两条啊！你睇到冇？佢系两条啊。只吃橘4200，4200，哇，真的。对，劳工节希望大家好好捡漏，好好捡漏。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接微信，喜欢的朋友就抢这个很千载难逢的机会，这是什么都是机会，机会一过了就不一定再有 ，OK， 不是说不能说没有，就是不一定有 ，OK， 这是大家抓紧机会了 ，OK， 哈哈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真的大幅度减价啊，大幅度减价，对，大幅度减价，好好好，嗯 ，OK， 大家抓紧机会了啊。